石总，我们整个团队努力了这么多年，大家期待成果的同时，也是希望能有好吃的面包。我跟您确实很谈得来，但。 奶粉营养全全全，人生赢家就选1897。全面营养百年精研，还不诺凯1897全面营养大满贯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有点点微醺，有点点开心。瑞欧微醺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这段时间我为乐安做了一个长期的规划，我计划了一个资金池，可以分阶段的为乐安的研发提供资金，当然。 前提是你也有信心可以持续不断的研发下去。今天我可以向你承诺，如果云创投资了乐安，那么乐安科技的独立性不变，战略不变，你对员工的承诺不变，组织框架结构也不变。总之，云创的投资不会干涉和动摇乐安的发展。希望你给团队有交代的同时，也能坚持自己创业的初心。 沈总，你知道吸引一个投资人的先决条件吗？不是价格，不是赛道，在那之前还有一项更重要的。是什么？一个清醒的管理者。人才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因素。你还没有到最后的绝境，希望你不要把自己亲手建立的一切葬送掉。只要你愿意坚持下去，乐安是有无限可能的。 前不久，有个记者也跟我说过这样一番话。石总，我愿意给您一点时间，也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也许乐安还会有别的选择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，感谢猎鹰的慷慨，我想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再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。实在抱歉。 稿子，舒怡姐，舒怡姐，舒怡姐，什么人啊？这是，再有下次。 你就来跟陈胜做同事。 跟大家介绍一下。 这是程贝尔，今天咱们新来的实习生，以后大家多多照顾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真是个很爱干净的女孩子，只是不太爱工作而已。舒逸，你那位实习生呢？怎么不来跟大家认识一下？下班了。这么早啊？下班时间到了，自然就下班了。 贝尔，走吧，咱们继续工作了。走吧。等会儿我收拾一下，行，我等你。来，我打听过了啊，这个陈贝尔啊，是国内 top 万传媒类院校毕业的，专业类成绩第一，连续3年国奖，金融学双学位，论文还得过奖。
跟你那个二世祖一比啊，我一点都没有不平衡。他家里都是搞金融的，姑妈好像还是名誉的高管。哎呀，这个实习生背景这么牛，人还挺努力，实习第一天就加班。哎呀，搞得我压力好大。只要我不去对比，就不会有伤害。来，多吃点肉，增加蛋白质。好。还有这个，这你喜欢吃的。多吃点啊。外公，你都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我今天简直辛苦死了。是吗？差一点就累死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快吃吧。哎。圆圆快累死的人，吃饭也能吃得这么起劲。外公，你看他，我工作一天那么辛苦，小舅舅还要给我脸色看，现在还不让我吃饭，你说我是不是他亲外甥女啊？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干什么？别把在公司咄咄逼人那套带回家，对自己的亲外甥女。还是外公疼我。舅舅可能不是亲舅舅，但外公一定是亲外公。对了，石燕，我正要问你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安排小月去做什么记者呀？他现在毕业了，也应该去上班了，别的他也做不了，所以还是关叔叔托朋友，先让他在杂志社实习一段时间。今天班上的怎么样？你不是都听见了吗？两个多小时的录音让我打下来，我又不是打字员。那个采访我一听，什么采访啊？就是闲聊。让你打字？嗯。你们领导是谁呀？姓郑，是个女的。郑书意。对，就是她。给你安排工作，你就好好做。既然人家是你领导，你就谦虚一点，好好跟着人家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呀，可人家愿意教我吗？怎么说呀？我想着，不懂就问，总不会错吧？嗯。可今天我好几次想请教他，他连眼都不抬一下，完全无视我。我以为他工作忙，就想着下班再请教他。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我都要走了，他都没有看我一眼。这样欺负职场新人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吃饭吧。小舅舅到底有没有接收到我的卖惨电波呀？往里，往里，往里，往里坐。坐，坐。这位是关氏资本的关总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。关总好，关总好。大家认识一下啊。看关总喝一个。来，关总。关总，加个微信吧，以后一起出来玩呀。对呀，加一个呗。我说你怎么半天不出来？车上等你半天了。对不起，宝贝，我得先走了。看我太受欢迎，不开心了？我只是太了解被不来电的人缠住的感觉，所以才让你出手帮你解围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来电、啊？那是我多管闲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你还有那么多来电的女伴呢，不麻烦。我只有你一个，
那边。嗓子疼，牙有痰，嗓子问题，黄氏响声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搞定。稿子我和总编都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已经发给实验了，等他回复。写的不错，谢谢主编和总编。要是能加到实验微信就好，也不知道专题的事是行还是不行，如果能直接问问他就好。听说你周末去骑马了，还带了个女孩子。嗯。老关说你很久没去了，最近工作很忙吗？在忙乐安科技的事情。嗯。我有所耳闻。嗯。孝明也在忙猎影的事儿。我知道。我吃饭前刚从乐安科技回来，明玉的效率确实很高。我下午过去的时候，猎鹰已经过去聊了。需要找你姐夫聊聊吗？本来今天他也要回来吃饭的，但临时去处理猎鹰的事情了。嗯。在商言商，猎鹰给的这笔利息确实是引人，姐夫做的没有什么问题，我理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乐安科技被猎影这个收购资金所吸引，那我也要重新评估一下这家公司是不是我想长期合作的公司了。嗯，明玉从建立到现在已经23年了，你的这些叔叔们当年也是很有商业头脑和手段的，他们也很重情重义，陪着明玉经历了大风大浪，有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你也得听听。你现在这个阶段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强大自己，就算他们的想法跟你不同，不能成为你事业上的助力，但你也不应该让他们成为你前进道路上的阻力。我知道了，爸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哎，谢谢爸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玉教授，过两天有时间吗？过两天我要去攀岩，要不要一起放松一下？攀岩？你确定这是放松？地址发给我。没问题。Thank you.
稿子那么快就通过啦？嗯，不是昨天晚上才发过去的吗？总编和主编昨晚就给回复了，他们都很满意，已经发给云创了。小舅舅啊，证明你是我亲舅舅的时候到了。